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服骑射。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叫做 Evil Voice 魔音，它是阿帕奇所推出啊，用了领袖之证 Lobas in the Sky，的声波呢下去做一个稍微的放大的一个版本。那我先提一下，这是当年的一个正版了。这款的话，当年的供货量就非常的少，所以呢，阿帕奇呢挑了这一款声波来做一个。改良的话呢，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步骤。那我还是提一下，这一款是老肖送给我的。我当年在台湾的反斗城曝光很多次啊，大卖场都买不到。我呢抱怨了好几次在网络上，结果老肖有看到，就从美国寄了一只过来给我，所以我有幸得到这一款。我记得好像从那之后吧，我一直没有在台湾的实体店看过这一款玩具，一直都没有。所以我是运气比较好，如果没有当年它的馈赠的话呢，恐怕我也是没有办法玩到这一款。那今天这个画面里头对比的话呢，最明显就是这个机翼上紫色的这一块啊，各位可以认一下，紫色的这个是属于正版。当然看大小也看得出来，大小的话呢，大概放大一些些啊，并没有说放到非常的巨大。然后本身的话，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它的一个塑胶的问题啊，原来的那个 Lobas in the Sky 这个版本，这个塑胶摸起来是非常舒服的，虽然有一点点的柔软啊，但是呢，整个把玩的体验至今依然是非常非常的优秀。那么这一次的阿帕奇的话呢，塑胶非常的硬，硬到说呢，把玩个几次呢，其实倒脚就算处理得很好，你的手还是会不自觉的感觉到疼痛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再来是这个水波纹的部分。原本的这个 RID 应该是说，或者是说领袖之证时期后 RID 时代的这个以后的玩具都有很多的水波纹，但这一次的话呢，他们的一个光泽度就很漂亮啊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水波纹的状况，几乎是没有。然后紫色的这个沟槽里头，紫色的这个渗线啊，这个也是之前的一个模具的话呢，它是直接涂成一个黑的，是有做一些小小的一个不同的啊。然后这个以前这个地方是黑色的，但是呢，这个的话呢没有黑色，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只有勾线，但是它是在这个地方呢增加了黑色的部分啊，都有一些小小视觉上的一个改良，以及最后面最明显的这个啊推进器的这个部分啊，这个香槟银色啊是这一次阿帕奇特别给他们加上去的。那飞机头的部分呢，我是觉得原本的模具可能比较好一点，这个点缀比较清楚啊，略微的优秀。那么两者的话呢，还有些什么不同呢？有的，它的一个激光鸟的部分呢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它的一个胸口，这个有点像是这个对不对？迷乱的脸孔，电影系那个迷乱的脸，对吧？它这个激光鸟的话是可以把它从这个地方给拿下来，它有一个凸跟到这个结合啊。那这个激光鸟的话呢，这个到底是哪边是头，哪边是尾啊？这个如果没有记错，应该这个是头，尖尖的反而是尾巴啊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原本的这个模具的话，它是可以扣在上方这个洞啊。作为你看它是雷达或什么，反正它是可以扣上去的，但是呢，魔音的话呢却做不到，魔音的话却做不到啊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魔音的话呢它就扣不上去了啊。对，很明显的呢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这个洞的话显然是洞太大还是凸太小呢？这个不能只检讨凸嘛，我们有时候要检讨一下洞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一次的话呢，他们有多付了一个触手。触手的话呢是可以扣在上面这个洞，如果人形下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扣上去。那它里头是有做一个铁丝的，哎，这个是要自己装一下就可以了，里头是有附带铁丝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啊，它的一些简单的一个细节，其实细节还是有用心在做。好，那么呢，这个凸呢很妙的是呢，它可以跟旧的版本是可以用得上的啊，所以说呢，如果你买了这个阿帕奇的魔音的话呢，你可以当做你买了一个配件包给原版的正版来使用啊，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它真的是扣得上，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个松紧度啊，所以可见得对不对，就是这个凸，对，就是你这个凸太短小了。那么讲到这个触手， SS 的话呢有一款音波啊，它是变形成一个卫星的一个状态啊。那么这个卫星状态的话，这个触手怎么用呢啊，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扣紧的，但是它上方呢有个空洞啊，这个空洞的话呢就是刚刚好的话呢，算了，把它放进去啊，刚刚好是可以放进去的啊，放进去是可以的，放进去可以，但是如果说你要把它啊锁紧的话呢，那个基本上呢就是做不到的啊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触手怪的话呢，算是一个很大很有价值的一个配件吧啊。
那在这个情况飞机的状态下呢，我们的话还有什么玩法呢？当年的话呢，我是在这个把玩的时候，我做正版的时候应该也是有跟各位做一个展示啦，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扣回去，这里把它扣回去，然后这里稍微折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手给翻出来，就所谓的一个这里有点紧啊，把它给翻出来，你也可以折一个角度然后往上翻啊，变成的是一个，也是一个类似于是外星军舰的一个造型啊。个人觉得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不赖啊，科幻感非常的强，而且这个长度的话应该有逼近，应该有将近30公分了吧，各位有没有感觉很满意啊？好的，那我们就接着继续把它给变形完成好了啊，它的手部我们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快变完了啊，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一个后面这个头，从这地方往后掰出来。那么呢，在正版的玩具的话呢，头呢是有附弹簧的啊，你只要把这个后面推开的时候，它头呢会自动弹出来。但是呢，这个阿帕奇的话呢，是把这个弹簧这个部分呢给取消掉了啊。那变成说这个地方抠出来的话呢，是稍微要啊，它变成是一个双动关节，你要稍微去把它抠一下啊，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拿出来。然后我们这一个推进器就抠进去，然后手臂的话呢，自然的把它给转下来。然后呢，手臂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这是一个 C 型扣啊。正版的话呢是有时候会滑下来，那么这一款的话呢我也有滑下来过一次。那滑下来之后呢，因为它这个塑胶啊比较硬啊，大家要注意留意一下，扣回去要特别用力。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结合，各位留意一下，直到这里顺着推呢，其实是可以顺利的把它给推下来，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手臂的话呢往上靠，这里也是一样，这里我是建议呢先这样子错位错开来，这样子再把手臂的话呢，这里是个双动关节，我们把它往后推上去。那么雷德臂把它给放上去好了啊，这里这个胸口少了这个激光鸟，感觉就是气势上就弱了很多。好，把它给镶上去，手臂啊往上靠，捏紧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腿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中间啊就直接把它给分开就行了。但是呢，这一款的密合度呢由于非常的高，所以在掰的时候呢，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初拿到的时候呢要把它掰开，第一次结合要把它掰开的时候真的是没那么容易啊。但是变形了几次之后的话呢，它那个松紧度呢就会比较恰到好处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飞机这个头啊，其实这个变形不用怎么说明，各位看也知道，这个地方继续往上推，把它整个推上去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脚后跟，这是斜肩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自己去调节啊，你只要能够站稳就可以了。然后它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Chicken Leg， 对，把它给脚给打开，然后后面这里也是一样，整个推上去，往上推，然后呢，这个脚尖、脚后跟放下来，然后这里也一样，是一个这里双动关节 Chicken Leg。Chicken Leg 就是鸡腿嘛，或者是鸡爪，或者是鸟爪，对，你就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手应该是往后面推，好。那么呢，这一款这一个阿帕奇所推出的这个魔音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 OK 了啊。那么这个脚后跟你只要往后捏一下啊，这样子它的一个站立的话呢就可以非常的稳固啊，这个自己去调整一下就可以了，并没有特别的困难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我们两者的话给它做一样的动作好了，这个手往后面摆一点，看起来比较猥琐啊。对了，这个没有变好，讲一下它这个头啊，应该是要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把它放低一点啊，头不要让它举这么高啊，不像它，它应该是要头低一点，低调一点啊，这个才有符合这一款魔音它的一个形象。好，那么两者稍微对比一下身高大小，其实也没有说放大到很多了啊。然后水波纹的部分在机器人的状态下，因为不像飞机有那么多的平滑面，所以感觉还是有啊。但这一次的话反正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光泽看起来不一样，然后身上的紫色也不太相同。魔音的话这个紫是比较深带一点金属的一个感觉，然后这个 RID 版则是比较像粉紫的感觉。然后护膝的部分配色有些不同，脚的一个部分脚掌要有些许不同，然后阿帕奇的这个护膝上面有金属紫色的点缀，
哦 ，RID 版是没有。整体来说，分色的点缀来讲呢，阿帕奇的版本还是比较多用了一点心思。然后这个部分啊，这个地方是这个翼下的部分，紫色，这里这是没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背后好了，背后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特别说的啊，这样的，如此这般。那再来我们就讲解一下，最后它的这个配件，这个配件的话呢是扣在这里，啊，很稳当的可以扣上去，然后这个部分把它给放过来，一直推开是怎么样？好。如果你觉得它太松的话呢，其实点一点点的这个快干啊什么，把它加厚就可以了。啊 ，OK， 这个是它一个所有配件都组合上去的形态啊。我们刚刚有提过啊，我还是讲一下这个好了，试一下啊。我刚刚有试过了啊，这个你给正版的来用呢，它也一样完全能够扣得稳。所以说啊，我会建议吧，如果说阿帕奇啊，因为我们应该都看得出来这个趋势啊，他们应该是会陆续的呢把这个领证的这个玩具的话，可能会陆续的把它给重新放大制作一番。那如果说你能够像这一次的这个魔音一样啊，附带这种就是正版也能够通用的配件了啊，我觉得是不是一个不错的 idea， 对不对？你就是用一个，你就是买这个，如果你手上也有正版的人，你或许也可以为了这个配件包，你可以考虑去入这个。那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先前推出了一个这个 Megatron 的一个 OK，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身高还是非常非常迷人的。 OK， 那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呢，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的这一款魔音呢，它的整体来说啊，涂装的话呢又比较进化，变形的手感呢，还有这个手摸起来的触觉呢，我只能说还是不如正版了啊。然后它附带的这个配件啊，挺有意思啊，给本体有加分，而且还可以跟正版做一个通用。那么更妙的是呢，因为很多人其实当时没有这一款领袖之证 RID 版的音波，那么利用这一次的机会的话呢，或许可以一场把玩到这个模具的一个机会。但是我还是要说啊，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手感啊，当然还有它的一个珍藏的价值来说，还是正版会比较优秀的啊。那各位就衡量一下你的荷包吧。那如果你已经拥有正版的，这一次的配件包呢，应该可能会引起你一点兴趣。那多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